大家好，我是大黑。你们应该不知道我是谁，但没有关系。由于之前周记呢，我转到了小饼，但没多久，我们青春洋溢幽默小组就要去冲绳拍片了，所以为了怕有人来不及做周记，当下又再转了一次转盘。结果好死不死，又转到了我就决定去冲绳拍个 vlog 给大家看，看看我们青春洋溢幽默小组在正片外的样子。这个礼拜的周记里倒霉鬼，看是我吧？不是我。现在我们要准备要出国，然后要去拍我们业配的东西。然后我的周记摄影师是麻西，摄影师多可怜的，他要拍自己一个人没办法，因为当他在工作的时候，没办法像其他人还可以顺便拿着 GoPro 拍自己的 vlog， 我还是只能拿着摄影机在拍别人。耶、我们接到蔡哥了，太棒了！你说这是前面的。这次是要拍事故，不是？对，看你妈！现在什么状况？他说我把蔡怡红打成怡红蔡了，姓氏变怡红。所以我们现在被你搞了，对不对？到底我的周记都在拍什么鬼东西？你的周记好废哦。对啊。那你要不要先去办自动通关？要，赶快办一办吧，就剩你没办了。现在是什么？我自己有办过，我忘记，谢谢。靠背，你已经有办，你在浪费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飞机。我们做的是古风景。你们现在是不是在讨论？因为厂商在有改本。对，厂商主要增加一样东西。我们是比较是意境式的，当然还可以再沟通。这个群要去大阪的毕业生，你们要去大阪对不对？对。那为什么你们一直跟踪我们？毕业旅行就对了。对对对。那你们以后会当一辈子的好朋友吗？立下誓约，一定要以后一直联络哦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这就是你理想中的，就是一群好朋友，有男有女的样子。对啊，我觉得这个周记有蔡哥真好。那你毕业旅行是去哪里？我们去泰国，他那边秀很狂哎，他的秀是直接合体，像百变金刚那样子。他们俩就合体之后，对不对？然后坐在一个我的女生朋友的腿上动作，然后我女生朋友直接吓哭了。我那时候还大三还大四，我就吓一跳，我说这是什么东西，很可怕。耶、我刚刚用自动通关了，都不错怪了。拍摄我们的正片，哇，我们这次来要拍好多支，夹缝中求生存。这颗是大黑的 idea， 再一颗，大三颗。哇，我们非常的抢，在这半小时内吧。在这里该拍的东西都拍完了。我今天仔细看整理一下你的脚本之后，我笑到。笑到，嗨嗨嗨！突然的就进入了拍摄的期。大家知道吗？其实千万不要看各位在镜头后面就是这样子，大家都很专心的在处理其他的事情。为观众的留言。还有听说的事。好，听说琉球很多正妹，我们这次来看看有什么正妹。不能这么轻浮啦，琉球那边有很多。漂亮的女生，那我们诚心诚意的想要跟她们互动。你这个看起来更变态。身高190的人要怎么做？就是一直站着。我看他如果遇到乱流的时候会尿尿了。刚刚有个空腹人说，那是我们的观众。订阅破百万。谢谢谢谢。我需要不要遇到乱流？谢谢。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不不，没有任何的。谢谢谢谢。都拿马赛克在那个。回礼给我们的观众，大家一个肉毛之帅。帮我打那种黑色一条。不要，一定要打吗？他很瘦美耶，要瘦美。他说他到底在影片上面是有多胖？对啊，他觉得我们都把他拍胖。因为马行空是大家意想不到，让你意想不到，我等下就在那边大命你。哎，不要，不要，都断了，截断了。什么东西？啊、他那个小人好可爱哦。对啊，他就是三个人。他如果十个人怎么办？好可爱啊、他很漂亮，那么可爱。原来我摆错面了，酷哦！他们的人车都好漂亮，他们的摩斯汉堡是绿色的，那个停止线的标志，都觉得好漂亮。好，那边给我崇洋媚外。虽然我觉得国外的东西这样，可是我觉得台湾才是最棒的。哎呀，很会补哎。跟他讲，今天看完这支影片，算你有福吧。有什么福？啊，我们没有抽奖。现在已爆炸大哎，那我们议会决定，我们现在要去那个成吉思汗那边。
然后我跟他讲说你要借伞的，他说 How is this？ 还是你是说，你是说 umbrella give me right now？ 蔡哥是英文 right now 是因为上次我们去菲律宾，我就拿那个牛奶的那种玻璃罐，是那种像啤酒一样要打开的，我就说 I want open it right now 这样子，意思我不是说命令他，我说哦，我想要现在就打开。他们那边的人都会有配枪，你知道吗？很恐怖哦。May I shoot you right now？ 找到不带相机出来，根本用不到相机。用不到。可是下雨天的日本还蛮有感觉，然后台湾就没感觉，日本有感觉。对啊，冷心蛋。干杯！耶、yeah, ，辛苦辛苦，明天开战。作战。汤马说一定要吃的，这是花生豆腐。有一点咸咸的味道，这是不是跟你的酱油冰淇淋很像？他说酱油冰淇淋好吃，这个卖相不佳。我觉得我们自己煎的差不多就是这样。啊，可是它吃起来有点像牛排。猪排变牛排很爽哎！哇，这猪排啊，这猪排，这猪排，这还蛮强的。五花杂草，这是大黑自己点的哦。那个肉入口即化，乱讲。我跟刚刚一样，入口即化，肉入口即化。为什么肉啊？ Is it good to drink？ 你喝过吗？耶！耶！啊 ，May I ask you one question？ Question？ Yeah。Okay。You kill it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那你问他当地像他这种漂亮的人，哪里可以找？この辺で君ような綺麗な人がいます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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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那种很明朗的感觉，对啊 ，Seven 也很明朗，但这里就很不明朗了。他们的这个设计很漂亮，他们的这个设计跟我们，你妈这是崇洋媚外，这跟我们洋芋片的设计不一样吗？他已经说了不下一百次，说我觉得他们的什么很赞，洞洞插吸管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对，他这没有设计洞洞插吸管，扣分，但是他的色系怎么样？色系很赞，还是又赞？因为他们一直说日本牛奶好喝，是吗？哦，对，很多人都说日本牛奶好喝。你要是今天哦，你要是今天是扣分，我吸管就这样消失在里面。牛奶差不多，牛奶差不多，台湾牛奶一定好喝的啦。这是短韩还是短袄？这边大汉应该穿一个男的。你这样，他们都短到没有头发。哎，这边是他们那个哎，他就说女生完全不用钱，可是男生进去要3000块。只要我们这一部影片哦，大概剪的有破50万点击，我们就带小饼过来，我出这个3000块，我出。哇塞！那旅费公司出，旅费。所以汤鸡哥的外面会养鱼就对了，是吗？有在卖鱼。不会，一般来讲不会。不会，因为它有很多列岛，所以他就说这边有很多的生态系。你这是？这是怎么固定的？没办法，这是只有蔡哥才能这样固定。因为你很喜欢日本的设计。好。那我刚刚发现一个日本的设计，设计刷新你的三观。刷新我的三观吗？蜘蛛侠，金沙。上面还有一个潜水员哎，干超帅的。这个或者是这个拳击手，我都会喜欢。椰子蟹也不错，不过绿岛也有椰子蟹，台湾也有金沙。金沙，哎，好棒啊！你好会转哦，我运气超好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回饭店休息了。是第二天早上，他就要卖这种单纯的白饭团，他肉狗还有附这种可爱的小酱料。你看，看，看。我用的很烂的，对你用的像一个公司。旁边的大哥，大哥是香港来的吗？澳门来的。哦，我们下次想去看看。没有，可以去看看，但是千万不要赌。如果是遇到的澳门人的话，不可以去赌。强赌别输。对。你们哪里来的？台湾。台湾。来工作的，来拍片。借供桌来娱乐。对，算是。为什么蔡哥坐在外面？哎，这里有我，那里有我。而且不能说色为蔡哥，因为他们颜色一样。对。哦，还有，警察很帅，这好像日本他们的锁是不是？应该是，而且好像就不用钱的样子。是崇洋媚外的主持者，我是崇洋媚外的主持者。我最近好像都把你拍得很瘦哎，天啊！马来西亚真的很会拍照，我跟大家讲。
都是很突然的就开始拍。我们现在在国际通的路口，哎，我发现他这边有放钱呢。你看，蔡哥说这边的女高中生很像陕西衣，因为他们的衣服翻起来啊。我一直以为你的陕西衣是指他刚裙子翻起来变陕西衣，原来是。为什么他们一直都会有那个狮子？那都是从福建闽南那边大家一起，这个群这边附近的人都会有那个风狮的传统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镇住风。你说刚刚有危机。好嗨哦！好嗨哦！他说 Miss Olivia 是什么？你是怪人。好，西莫尼。对，这是让你洗脸用的。对。没有没有。你看这个菜的设计，简洁有力。是不是说你看你妈的？真的可以选市长哎！日本的面具是汤马。来了一个 Okinawa T-shirt and I meet a girl, Chirakaki. Chirakaki. Taiwan means sweet. Ah, Taiwan. Hi, Taiwan. Ryukyu. Ryukyu. What are you want? 菜菜菜啊菜对。哦，我们要给 again。哎，你飞 debut， 你飞 debut。啊，我们要给，这是雪岩。すごい。啊，素晴らしい。啊，すごい。気持ちいい。嗨。哎呦，动漫樱花浴坊。啊，台湾。对，台湾。啊，谢谢。谢谢。我拉喜欢菜。What's your name？Maki，Maki，Maki， 我的节目 ，Maki，Maki，Maki Two，Maki Two，Chirakaki，Chirakaki，No Chirakaki， 哈哈哈哈哈，哦 ，Maki hand is very good， 到处都是 Maki， 遇到了两个 Maki， 这是 Maki 国吧？因为我们都很好奇，就是说他是不是当地人？我来告诉大家一个快速记忆法，乌金郎酒好难记哦，大家教大家怎么记，有钱人的酒，对，有钱人的酒，乌金郎酒，就是你是琉球人吗？结束啊，我要在你的脸过场，其他 Kaki， 其他 Kaki。富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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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我猜中了，富江。我们在新加坡，台湾的。This is our channel. Little story. 刚刚看到一个很恐怖的店，这边要切手，好可爱，哎，赛狗，好可爱哦。戴墨镜也好笑。这是他们的乐台吗？对。但所以他等于另外一边是悬空在外面的。他们也是我镂空的时候。但起码都是有个围栏啊。我那边从来没有玩。阻止！等一下，我在讲台湾的好。他们这样子不好，是不是？其实都很恐怖哎。他们真的很恐怖。恐怖啊！可是我觉得这样还不错，空气蛮新鲜的。你们当鬼是长这样啊？对。我们的车。然后会接个外国人的蔡哥，刚刚很惊呼，有人居然可以骑摩托车上高速公路，对不对？我想说他是不是骑错，对不对？或是重机？只要是100cc 以上都可以上高速公路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这回你输了吧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早上那边走旁边外。没错嘞。哎。哈哈哈哈哈。这样呢？踩水口，它做成一个很可爱的消防队的感觉。蔡哥的帽子刚刚不见，是他去找帽子。对，而且是大家最认识的那一顶。很多人都以为不好意思是 Sumimasen， 但是不是，是 Sumimasen。咪，是这个旅途真的教给大家太多东西了。不记两句，这什么意思？你是在地人吗？对，你是整个都很漂亮的。你好，最难。你好，是那个 Chuga 那边。他在旁边那边很秋。对。Chuga， 带你去拿笔啊。啊，谢谢，我觉得最难。你飞 David， 这些都是冲绳的方言。发生什么事？就是因为我刚刚，因为我想要买个拖鞋送人，但是我没注意到八点就要，八点他就关门，他就说，好啦，我帮你十分钟做好的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人真的很好。OK， 刚刚我看了这个拖鞋的品质啊，这样子看起来，我给他1万颗星。这个拖鞋真的很好穿，很好穿，很好穿。我有一双。这个左眼好像会看不见，我看得出来。看到了一个灵异事件，没有插电的电风扇自己在转。他们这边连药妆店都设计很漂亮。哇塞，
连他们垃圾桶都好有设计感哦。扫在那边，哇操！抓出来啊！你在那边。哇，那个开门感觉好可爱哦。崇洋媚外。你看，你也在喝国外的饮料啊。废话。那边崇洋媚外啊。哎，他们跟屁孩一样会吹我们 M 这样子。屁孩都是同一个样的。对。然后好像翘哭了。对，它的路边的石头是风狮，哎，超可爱。我们现在到这个有料道路，是很有料的吗？太棒了，好漂亮哦！干，这个也能漂亮。冲绳男，好没有灯，好歹你们两个没睡。哇，这店好白哦。我们这间可是职棒球队下榻的饭店。有大一点，这是什么？对，我刚才也想问。它有空调，它不想让你直吹头。应该是哦，两个帅哥非常公开呛就对了。要是我看到这一幕，我就会先关掉了。我们这不是要放封面的吗？我们等一下就我是揪大，出去不不要，不能乱讲，不能乱讲。欢迎来到菜根口袋，不要。菜根现在是水肿的状态，小肿小肿。哎，为什么他们车都很干净呢？有没有发现？又来，都亮亮哦，这里好漂亮哦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去干嘛？我们要去拍广告，拍广告，拍、yeah, 一入口那边就有他们很有名的这个大金沙。以前台湾也有金沙，可是放养，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养。看公式的那个金沙回家，好酷哦，它浮上来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，他在跟我们表演吗？大好机会，啊，下去了。走吧，这个大概是 A 吧。是不是就只有一个奶茶过 A？ 这边的水真的很澈。是吗？不是清澈，是很澈。女生的内裤还好看得到。这个在光想。但我好像没有真的看过女生的内裤。屁呀、啊！真的、啊？我也没有。你也没有。那你刚刚说屁呀、啊？自己吼到笑出来。等一下，要打喷嚏的人。喂，干嘛？我按到了啦！耶、yeah, ，这里超漂亮的。这边的风狮也会转头哎、欸。你说那个岛吗？还有鲨鱼哎、欸。我要讲那边冷笑话。你真的要离开了？离开了。你看还有博物馆，我们三张票都没有用到。后面很飞吗？希望我们10月底的时候，十月底之前有空可以放假来这里，然后去机场。拜拜。拜拜。他看起来还蛮融入的，他刚也在抖，他也有在咬。蔡哥现在想睡觉了，对，所以我决定放紫霄洞的叫声给他听。没有，那就是晚上才会听到的声音。蔡哥要睡着了，我打算放金沙要回家给蔡哥看。好，他现在在问他在吃什么东西。他说这个是这个人想要吃的东西。蔡哥看完金沙都是痛哭流涕，就一路开到我这边来。我现在终于要还车，终于结束了。然后播了一个很潮的歌。对。在看飞机的时候，发现了日本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，他们的树都是用头发种起来。都在这里面。请问你是蔡哥吗？啊，不好说，我现在有点国外。嗨，当然是被你认出来。这边太阳很大。太阳很大哦，没有，就室内光线太强了，照到镜子，所以自己太耀眼，太耀眼了，太耀眼。我很怕照镜子，所以我现在买了这个墨镜之后呢，就没有问题。就是买了这个墨镜之后呢，疯狂的被观众认出来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那你看一下那个座号，然后大黑就直接看这个跟我说，哎、欸，32D 啊，要回台湾了。13来干，我是23F。那你也比较大。终于到台湾了。耶、yeah, yeah, ！然后进来了，各位，出国记得要缴回哦、喔，应该是最后一卡了，最后一卡了，就这样，我们安全回到台湾了，拜拜。周记快剪不完了，拜托放过我吧。
分啊，分分，这么小啊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哎，不要跑，哎，不可以，不可以违背。来，我转了哦。所以是谁被逃掉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是谁呢？哦，刚刚一直打到那只手。这个人感觉会是……好险了，耶耶！下一招的主题，理解。旁边的好吵，这个好吵。哎，猫哇，又回溯了。上帝要我们不再拍中继。不然是谁被转到休息？好，三二 go。好像是有这一根的加持，对，这根很厉害哦。好了，这个休息就怎么？怎么了？你们这三个好恐怖啊！好来，不要再把它压倒来，还是主题啊！看，小扭扭，哎，不是，不拍了，不拍了，来，赶快去还愿吧！赶快去还愿！你到底求了什么？其实这力道跟刚刚一样，好烦啊！以后我转蓝冰圈都是那个样子。其实这一次比较没有卡，看，别，我好炫哦！耶，我过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大姐。